又又又，来来，精神拿出来，尖叫声。谁说玩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？看我从玩音乐小宅男变成天才，天才天才，人疯的世界的就是现在，在那边凶，在那边凶，在凶。看待周日过冬儿，一边做歌一边做功德，发展出到底是多红歌还是多重人格，他们生活疯了，像是24个比例调配我的人格特殊比例，白天授课知识的奇迹，晚上变歌不是个机器，没办法克制，是史蒂比，是史蒂比写词不是记忆吗？韵文韵舞的韵文，这是我装备的武器，表面扬眉无忌，背后付出双倍的努力，双倍的武力，五二的是所有的实力。怎么那么赞，怎么那么拿大，怎么那么帅，怎么那么屌，怎么那么有脑袋，怎么那么炸，这么多的才华，这么长时间，怎么做得到？怎么那么快运？怎么那么强？笑那么快乐？怎么那么好？到底怎么做得到？没道理，真的想知道？我教你来，你跳起来，你跳起来，我跳起来，超级担心考验来，都考虑来，小心我的考虑跑在我的家里，我是我的家里，我是我的房子在，我是每个都是我的家，我每个专业是你是我的，专业专业你过了，专业专业你没有忘记，我要我的第一次，第一次我应该对你说声，我是我的梦幻。秀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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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才